都想學嘢，哎呀，好多嘢想學。其實，唉，其實如果可以飛，我真係好想飛去一個地方生活幾個月嗰啲嚟嘅。係啊，突然間好想有一個出走嘅嗰個衝動。我嘅 target 係要開一個 mini concert。我的目標不是一個獎項，我的目標是一個不斷地追求進步那裡咯。希望大家可以給時間我繼續進步，會有更好的阿Lee的，我相信。多謝大家。開心的角色是我是別人的女兒，我是別人的細妹，我是別人的女朋友。我依然是很想透過每個角色給 surprise 觀眾。我沒有想那麼多，只有想要份工作。為夢想堅持到底。祝大家健康快樂。